从右边开。哎，后边还有人，炮楼还有车。左边，左边，一车四人。掉了。最后一个。反正就说继续追他就完事了。我操，妈太刺激了，我来看，我来看，我来，我来看，我来看，我走走走，左边一层小平房一个，左边外边一个，完了，打背打背，里面是个超三，嗯，我操，这帮人怎么这么喜欢打头盔呀，你们好厉害呀，给我头盔打吧，打斗啥呀，厕所里炸弹，他没开麦，二哥没开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打飞！我说今天好像没豆子啊，没人。咱三个，你们三个？不是他们。他们什么？分你我他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。好了，不太合适吧？好了。一个闪。走，我跟你。礼物打的。队友不在啊，没队友的都好闪，我为什么后面有点丢针啊，哦我的妈呀，啊为什么，哦短了吗，啥意思啊，这人别主打了，主打了，看到了，你直接变猴子了。收好，死了吗？收好的，死了。我操，这个逼在干嘛？哎呀，完了，我的车要爆了！别以为他救我。他救人，他被空了，他被白了，他趴着，还有一队，不想，还有一队，他被别队白了，看到了，来不及了，哇，一队白，我看到那个很白。